这是呀，周老师。哎呦，我们进入问答环节。如果你带入机器人的角色，这个环境在里面，你会觉得很快乐吗？其实就是一个把机器人作为一个空间的另外一个主角，它也能更好的跟人发生服务。你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哇，你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，也意味着很大的危险。差距比较大的时候，这个里面那种失落感会变成反噬你的这样的一种力量。周荣老师是那个周荣老师。大白板也已经出现了，这次确实很难的。周老师就不发言了。周老师，刚刚您是不是说了最后是给业主来，最后选不选是业主选？我觉得周老师这个意见很重要。我没有意见。周老师冲着我点了点头。没有这事儿啊。我胜负欲又起来了。可不能输啊。其实那边呈现出什么状态来我心里都有数，知己知彼嘛。老师们也是 PK 呀、啊、他作为这个我们项目负责人，他的这个东西没推下去，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们核心，我现在要个结果，没有结果我做不了。你要我告诉你结果，我们无法告诉你结果。你对这个意见这么大的话，我真的不是、哦、这个东西是三亿。你们俩 stop 一下，这俩是天敌。这好家伙，我以前做过团队工作，但没有这么极限。交标的时间22号晚上9点。那个设计说明现在什么情况？还有7分钟，来不及了，我们赶紧。哦，我不会打字了。这两张图不见了。哇、哦，那个心被揪起来了，是很紧张。来不及了，天哪！招标文件差一秒钟都不行。咱们的文件。左边那一溜是看不到的，怎么才来？你们就要打8份文件，要多久吗？哇塞！哎呦哎呦呦呦！这福尔摩斯，最终结果已出，结果文件袋，请查收。谢谢。哦，恭喜你们！哎你们现在是有组吗？我们没有组，因为这些方案其实都是杂糅的，所以我们组也是交叉乱。延续了一下生态圈的一个想法。我一直在想这个物品打算的。随便说呗。组织。你这东西拿出去让人打到落花流水。我觉得之前是不是就是说对你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放得太低了，竞标的水平你们就完全不能达到，这很难。他第一次这么说话。对不起，我这就不投了。我们不投了，该熬夜该熬夜。这又多了一天了，然后成果还是半天。半天，他们下午2点钟才回来。你别老在这和稀泥了，是行不行？你到底什么标准去要求这个东西？老是吵架也第一次看到啊。咱们到底时间够不够呀？来不及了，我们赶紧赶紧。啊，我不会打字了。我在手在抖。这两张图都不见了，有几个错啊？我快死了，现在怎么才来？你们这要打8份文件要多久吗？我好紧张呀，别慌。那好，我们那就把门关一下吧。哎呦，走秀出场，这个好霍格沃茨，这福尔摩斯啊，这。Hello， 林哥。Hello。福尔摩斯大战霍格沃茨，你们用了啥材料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材料。打探，你为什么是你来竖标呀、啊？为什么是我？开始斗智斗勇了是吧？下面我们进入开标环节。一号文件密封完好，二号文件密封完好。我想到了高考啊。陪伴和人机互动，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概念。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便捷、舒适、安全的新型的智能办公空间。公司有很多的科学家呀，还有工程师啊，对于他们的生活，你有没有什么考虑或者说创意？我们去提供不同的办公模式，你需要怎样的办公空间，你就去那方去申请使用。给一个空的空间，你自己去想。如果再给你一周时间，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来改进你的方案？好不容易熬完夜了，突然又要再给一周。马上就崩溃。哎呀，聊开心的就对了。最终结果已出，